救不了，不想救，生气，真的是特别生气。臭宝的牡丹花养的不旺盛了，给咱寄来了，咱继续挑战。臭宝们寄什么花，就帮他养活什么花。关于牡丹呢，我不得不给大家叨叨几句啊。牡丹花呢，它适合的是北方地区的地宅，南方地区的臭宝，你如果真的喜欢牡丹的话呢，你可以养芍药，还比较能够在南方好一些。你像牡丹花，它需要做一个春化，就低温的一个休眠。如果说冬天达不到它春化的条件，第二年是不开的。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某些个月季，还有一些个老枝开花的绣球，它们如果说不经过低温春化都长不好。这也不是那牡丹呀，这是栀子，这不是牡丹，这栀子花，这是栀子花，谁说的是牡丹？这是牡丹栀子，栀子花还给我整了个牡丹，你们这客服太不专业了，这还用看吗？臭宝，你们现在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看的寄养多了，一打开你就知道咋回事了。你看这个臭宝肯定就得说，老黄姨，我看着你的洗根换土视频，我洗得根。你看洗根换土视频关我什么事？我用过这种土洗根换土吗？首先第一点，我跟花友们说过多少次，你不是说不能洗根换土，你洗根换土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花盆，用好一点的土。老花姨不是随时整这个吗？啊，你看那个电视上给那个病人怎么怎么怎么地，我大舅子去你家了，你把我大舅子也那么整了。用的那个刀是生锈的菜刀，好家伙，你也给他做那种啊首富也不杀菌，最后来拿你家那个针线给他缝吧缝吧，那个棉花给他捂上了，你能活吗？我大舅子，我看那个神医视频一看就会，一学就会，还能救吗？那你看那个根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说浇水要干湿循环，盆土要排水透气，结果呢你是听都不听，哼，还能救吗？救个屁，救都没救了，我救不了，不想救，生气，真的是特别生气。哎，跟你说臭宝，也就是你是臭宝就完了。你要是正儿八经的，要是我大舅子啥的呀，非得骂你几句，都懒得说你，说了不停，教了不学、啊，你知道吧？很多的臭宝就是啊，我记得我那年在北京，那是一几年，2017年还2018年，在群里边说，在那个群里边说，我说那个茉莉剪得越狠啊，活得越稳。他把他那个茉莉剪得跟个小弹弓叉似的，光秃秃的。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是茉莉耐修剪，越修剪越爱开啊，他直接给剪秃了。哼，牛，用点水给泡起来。加油，先来一点生根液。哎，愁死了，再来杀菌药，杀菌药别用一种，多用两种吧。再放一点，多用几种杀菌药，我这用的是那个大黄药，还有那个再找到那个恶霉灵，这个是恶霉灵，浓度稍高一点，奔着500-700倍吧，1000倍以内。说了不学，教了不听，多黄的一个水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被它这个根都泡黑了，是吧？其实我是一直跟我们后台小姐姐也是商量个什么事，就是很多的臭宝找咱们寄花啊，就是我说尽量的那些个重复的品种尽量的不接了。他就骗客服小姐姐说是牡丹，可能是，要不就是我们客服小姐姐整错了哈。这个事儿咱不先纠结于怪谁。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呢，你洗根换土，你好好学啊，好好看，你别学个一两招你就觉得会了，实在不行你就问问客服，你不行多翻几个视频，别看一个视频你就会了，明白了吗？多关注一段时间，有些个花的不是说你养死的，很多花都被你们折腾死的，还有浇水浇死的比较多。好了，闲聊的这一会儿呢，估计也泡透了，差不多该。哎，挺好的一个花，被你霍霍的呀。入盆啊，别找很大的花盆了，一定要排水透气。这个时候就先不放什么土了，就用纯颗粒。如果说没有纯颗粒的话，你可以用那个纯的那个沙子，你知道吗？纯沙土，我用的是这个纯火山岩。刚才试了一下，这个小盆也能放进去。
盆不要烫，尽量小，越小的这个它越好收拾，它的排水透气性越好，明白了吗，臭宝？盖它这个点，懂这个事就行了。把它这个药液再倒进去，你看这个排水透气性就很好。如果说夏天这种天气啊，你们遇到浇水浇不透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像这样，整个给它扔到里面，整个的泡起来泡透，千万别糊弄自个儿，你糊弄它，它也糊弄你。之后呢，别给肥料，也别给什么强光，让它看看还能不能复苏吧。能复苏嘛，咱就好好养着它；不能复苏嘛，就算球了。日后还有一个注意的点，就找个这种大一点的托盘。然后呢，这个托盘里面一直不要断了水，但是你注意一下，这个水位不要太高啊，水位不要太高就行了。如果说水位高的话，你就可以像我一样，给这个稍微垫起来一些，就是稍微这个盆子能够薄薄的喝着一点点水就行了，为的就是保湿哈。学到了吧？觉得不错，记得点个赞啊！其他有问题呢，可以视频下留言。别乱整，别乱整。多看几个视频，一个视频讲不完所有的东西。关注关注，点赞点赞，不点赞都大舅子。我老花一，眼花最专一，白了臭宝。嗨，嘿嘿嘿嘿。